喂，你好，是王小红吗？是的。我是佛山市公安局的，你涉嫌一起洗钱案件，需要你配合调查。佛山市公安局？那你是要过来抓我吗？只要你配合我们调查，就先不抓你。那你是不是还要发个通缉令过来呀？哦，对对对，你还听懂我们的流程？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视频给我做个笔录？差点忘了。这是我的警察。男美女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我在单位啊。这身上穿什么衣服啊？这是我的工作服啊。在哪买的？还挺逼真的。不用买，单位发的。哪里单位啊？工作那么好，福利。只要你过来，给你包吃包住。真的吗？你微信发我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不用，把你地址发过来，我们会去接你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